学生啊，你落车脚手嘛较紧嘞。我都骨质疏松、钙质流失、骨头酸软、脚手无力啦。嘿，唔较简单，食大香丸就好啊。咱这款年纪吼，顾身体就是咧顾家伙。你讲食啥货？红心大药丸啊！食大香丸就对啊啦。Cabro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Cabro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真是大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在新历的一月初三哦，旧历在一月二日礼拜四。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麦，今日有啥咪重要的新闻。在贫困家庭哦，在女主人都过身，阁有两名在重度智能障碍后生爱妻，爸爸无钱拿这个丧葬费用。消息一传出来了后，已经有不少热心的民众主动提供协助。另外，这个花旦金阿秋工业公司是真有回馈的心哦，知影工作经费不足，无钱通维护，工厂边啊新布置好的静音儿童公园是主动利用，请员工来整理维护环境。罗岗天桥宫的过年贺年哦，因为真受着信徒的喜爱，每年拢无够分。今年特别加印十万本，前来参观的大陆观光客嘛，拢去来睇。好，来乡亲啊，这新闻一开始哦，要来看，这位民众可能需要大家伸出援手，做回来帮助因渡过难关哦。新港乡哦，有一位在生活贫困的爸爸，一直靠着伫咧工厂做临时工来饲某饲囝。不过太太日前哦破病过身，留下两名有重度智能障碍的囡仔哦。即马在丧葬费用总袂出来哦，生活嘛陷入困境。社会处甲关怀员哦，就希望乡亲会当发挥爱心，帮助因一家伙啊渡过难关。薛国传一家五口，原本就是低收入户，伊的大后生甲细汉后生拢是重度的智能障碍。三年前，细汉后生被管户安置去花莲。薛国传的家后前几天也因为心肌梗塞过身，留下薛国传甲大汉后生相依为命，家庭变故嘛，让伊的生活更加困难。我太太来一办事，我这个我来送几块来送去社会交个安尼。啊，无我实我着十艰苦啊！我甲一个人我嘛足艰苦个，阮太太无去啊，啊，我嘛无多来照顾啊。关怀社会处慰问探视，协助办理公所、关怀的急难救助，加国民年金的丧葬补助，嘛进一步评估和薛国传的大后生嘛接受安置。大女儿她车祸嘛，现在还在疗养。那大的儿子就是现在这个儿子哦，他精神有一些状况，我们会来评估说要来转介一个身心障碍机构来做收容，我们会后续再来追踪，来协助这个家庭来渡过难关。那彭所除了协助他申请那个急难救助以外，还有只有那个情趣同仁，彭所不定时的跟他关怀。那这个个案呢，我们会同那个比如会同公所啊那个社会处持续跟他关怀，让他们的生活进入步入正常轨道。薛国传目前在烦恼家后的丧葬处理，后续的生活也有很多困难。社会处和地方代表的关心，让他真感动，一直说多谢。大众新闻，陈文清新港采访报道。同样也是寒冬送暖的消息哦，佛教神前医护基金会哦，收集举办一个孝亲感恩发挥民生物资，透过国民党和美东部的人员甲义工的协助，这一袋一袋分装好哦，分送给这和美地区270户的弱势家庭。义工哦，斗三工包装哦，心内拢感觉真欢喜，嘛，让真侪弱势家庭哦，会当感受到社会也是充满爱心温暖的。社会团体帮助弱势家庭的爱心唔捌中断。佛教僧伽医护基金会善用举办孝亲感恩发挥奖品，收集会使存放的大料等物资，一袋一袋打包起来，将要分送给和美区270户左右的弱势家庭。这东西是我们的花心。
因为补过的东西住家事务他们不能用，所以我们给那些在家人的那些比较困苦的这些人来用。国民党河滨东部协助包装分送，号召义工做伙帮忙，希望在上短时间内将物资送去需要家庭。低收入户跟贫苦的人家也数量特别多哈，那我们特别募集了一些物资哈，在我们列管的名册中哈，那我们再请我们的志工哈，一一去发送，给他们一个纪念过。度过一个好的一个过年哈。虽然天气冷，义工赶进度，马上就完成整地工课，做爱心，心内是感觉真欢喜。这个拢义务的，这个拢是义工，哎，这个拢义工，大家来为这大家来做服务啦，这拢义务的啦，感觉真轻松啊，原本就是安尼哦。岁末寒冬，真侪社会团体无受到经济无景气的影响，继续散播爱心，帮助弱势家庭，真心嘛，予人真感动。多张新闻，端木清河美采访报道。好，继续来看这个花旦乡金亚洲工业公司，为着会当服务社会哦，加上知影公所经费有限，无法度拨出经费来维护这个新气候，内面四个拢是砖雕艺术的儿童公园。这知影了后哦，就特别主动利用哦，每礼拜三嘛，拢会派这个公司的员工到公园来整理环境哦，一来哦回馈地方，二来嘛，和公司的同仁会当有互动。穿着制服的金马洲企业员工，有人负责扫涂骹，有人负责整理环境。每一下功夫，社区公园就变甲真清气。公司总经理表示，因为工厂就伫公园边啊，知影社区的公园维护真无简单，所以就主动来利用。这企业茁壮成长以后，就是要来回馈社会，善尽社会责任。啊，第二些家呢，因为这是冠花旦一个指标啦吼。静音儿童公园啊，所以阮啊请乡长吼来甲阮指导者，啊，阮开始来做这个环境的维护保养。有机会回馈地方，对这礼拜开始，每礼拜三会由着员工轮流到公园来打扫环境，整理公园内底花木，维持着公园的整洁。每个礼拜三的下午吼啊，就由我们的员工啊轮流的来给他做保养，哦，啊来然后一寡较杂草啦吼，来给他整理好，整理清气。还是用一寡讲啊，较无迄个时阵，换一寡较好、较水的花花栽落去安尼。花旦乡长表示，乡公所经费有限，社区公园的维护真歹做，甲真彻底，真欢喜有在地企业愿意出面来利用。关怀社区吼，咱住的所在啊，非常感谢咱静雅洲工业吼，啊，今日吼来认养咱的静音公园。我想咱公部门的资源相当的有限，啊，咱民间的企业会当来认养吼、认捐啊，非常的感谢。花旦乡长强调，虽然花旦乡内公园目前也算真清气，但是公所的经费有限，嘛希望有更加多在地企业会当加入公园认养的行列。大家新闻中这辆花旦采访报道。现在我们先去串一个广告了后，带乡亲来去慈爱教养院创立30周年的这疫情哦，是专工在这文化局来举办书生的作品联展，说要跟大家做回来分享身心障碍学生的学习成果，马上回来。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都会产生出垃圾，只要做好分类，垃圾的量就会减少，不但可以清洁我们的环境，也可以让资源回收再利用，为了更好的生活环境，垃圾会记得分类哦。资源回收做得好，垃圾分类。台中高铁特区三铁共构，一高、二高黄金交汇，中彰、中投四号道路串联大中部，生活版图扩及中彰投，中台湾唯一 MTC 转运中心，台中高铁特区副都心0437048585。强强强，你有使用网络吗？采用新频道广
零元带回家。此外还有 Honeywell 空气清净机、北方电暖器等多项商品，通通不用钱，就洽全国电子零元家电专区抢购。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五，也是旧历的十一月二三。根据这通俗的记载，明仔在位置的正东方，好时是在起九点到十一点哦。另外，还有什么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继续来关心哦，在李大健保补充保费元旦正式实施，因为真侪乡亲哦对这个内容哦也是无解清楚，中华市公所因出着真大心哦，请来这会计师用实际案例哦分析给民众了解，因为这个内容哦是真实用，因出吸引真侪民众来参加学习。二代健保今年元旦已经开始实施，真侪人阁无清楚到底有啥物差别，是毋是影响到权益？市公所邀请会计师将实务经验清楚讲予民众了解，吸引真侪民众关心。要了解那个保费的那个情形呐、啊，好像是任何费用都要缴，都那个补充保费都要缴这样子啊，所以要实际了解一下这样子。刚开始嘛啊，所以一定要来听比较了解那。要了解自己是不是还要多付一些那个额外的费用嘛？会计师讲，上大的差别是二代健保针对头家加保险对象，会增加一笔两派补充保费。雇主补充保费的部分呢，主要是雇主的当月的投保薪资跟他当月的给付薪资的差额扣补充保费。那保险对象的补充保费一共有六项。市长柯建富希望唔那民众得到休息，公所人员嘛爱特特了解，才会使实际协助民众疑问。从咱的这个二代健保的内容吼，和民众当知影，知影家己的权利到位啊，免他去啊使用，然后怎么样呢？啊，能够让二代健保能够呢啊照顾民众，各位让好家己的权利未来受损。更加重要，咱所有公家机关啊，所有主管。大家了解这个制度了，我想对咱整个制度推动，差不多达到应有的这个目标哈。说明会会长坐满参加的民众，显示真侪人嘛是无了解二代健保的内容。透过说明会，民众拢更加清楚要安怎维护家己的权益。多张新闻，邓木青、中华彩虹报道。好说的来哦，是跟这女性朋友的健康真有关系哦。这个林江哦，是国内女性的头号杀手，也阁有少年化的趋势。不过哦，这大多数的女性哦，拢惊失去幸福，或者是林房哦，因为吸毒了后来变形，唔敢来面对哦。因此哦，是来经过着病情。在咱彰化市哦，就有一名这37岁姓郑的女老师哦，这倒病的林房哦，发现癌细胞，医师评估这规个林房拢爱全部来吸毒哦。郑老师哦，乐观面对，也阁要求医生哦，爱顺续将这正病的林房哦，为 B 罩杯。进行为洗澡杯，安尼哦，才会当甲得病的疑量是同款大细。手术了后，郑老师拢笑笑啊讲哦，这心情是为失志到恢复快乐，因此嘛，呼吁得到这罹癌的妇女朋友哦，爱勇敢来面对，转换心情。人癌一直是女性的杀手，过去人癌的治疗主要都是以切除为主，但是现在医学越来越进步，中基人房肿瘤医生说，人癌的治疗依照不同类型的肿瘤，可以有不同的治疗方式，就算是全部切除，也可以透过进行，让女性朋友的身体外观不会受到影响，甚至可以透过进行展现全新的自信。能够保留尽量保留啊，什么情况做保留？保留就是希望目的是什么？希望留一个外观嘛，哦，不会说全部都没有东西，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这个肿块太大了，
你切起来外观形状都没有了，切了半天只剩下一块一小块肉，那这样保留的意义就没有了哦。亲像台城的女老师，就是真好案例。陈老师讲，伊家己真好运，甲妈妈做伙去做健康检查的时阵，早期发现，才会当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当下我并没有什么情绪反应，因为医生也跟我讲说，只是原位癌而已，然后只要做局部的切除，所以我觉得都 OK。因为我一直想说，在人一生的过程中，不是可能都是就是很平顺的，你一定会去遇到、就是。医生强调，在台湾得到乳癌的年龄层是以45岁到55岁上多，所以嘛呼吁45岁以上的妇女上好每两年做一次乳房摄影的体检，有家族病史的人爱搁提早到40岁开始，而且这检查健保拢有给付。大众新闻台谢亮中华彩虹报道。啊，那过来哦，带乡亲来去文化局欣赏这个自爱教育院的书生作品《连带》。即马只哦，当日展出这数百件各色各样立体加平面的作品，希望哦会当让乡亲借由欣赏因的创作作品哦，感受到因的学习成果加创作当中所带来自信。数百件的多个作品，也有平面的图画加书法，拢是自爱教育院院生加老师的创作。分享社会福利机构的作品，县文化局一楼大厅是来展出数百件各式各样的立体和平面的作品，透过艺术创作，让一般人更加了解新竹福利机构。我们有一些比较弱势的一些团体，其实他们里面有很多艺术类的人才，那借着这个场地，提供一个场地给他们来做一个展品的、作品的一个展出，其实能够让他们获得在这方面的一个成就，那我想对他们将来在往文化这条路上发展是有所注意的。在这么多作品当中，最受瞩目的就是多个创作，已经在珠海教20多年多个陈美玲老师也要来分享这么多年来的创作。捏陶画要有一些耐心啊，还有就是要不断的尝试失败，因为很多时候都是要经过很多次练习，可能没办法一次就做得很好，那就是要多练习，然后想一点，发挥一点想象力才能够。事实上，珠海教育院在文化局的作品底嘛，提供身心灵素来练就，肯定身心障碍者的努力，让因有机会靠家己的力量来过生活。大众新闻台谢亮中华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今日大中华地区过来发生什么大细项的代志，来看大中华报你知。花山创世基金会幸福年彩福老团圆公益计划，将在旧历年前赠送年彩关怀弱势长辈。中华关田中高中响应此活动，募得捐款将近120,000元。田中高中的校长表示，花山基金会运用持续增饮料的胖胖杯作为捐款箱，也是鼓励学生省下一杯饮料的钱，就会使做公益。灵气团一步步来袭，身心障碍的囡仔因为身躯的抵抗力无够，更加需要保暖保身体。溪湖镇有一间羊肉店的头家，嘛免费招待喜乐保育院的徐汉娥享用烧烫烫的羊肉炉大餐。伊对身心障碍囡仔的打心，在寒冬看起来嘛更加温馨。中华关宏湾分局将在1月7日开始进行执行路障清除专案，将在二林、宏湾、大城、德腾四乡镇共步展开。针对一般道路障碍，像是物品占用道路、广告砸到交通的标志，各违规的单案，拢是伫清除的范围。嘛，希望安尼会使迎合用路人一个无障碍的道路空间。过一个月月就过年了，这个中华区议会就特别在过年之前推出三款符合年节气氛的礼盒，而且都没来起价哦。详细这些消费信息哦，公告了后报予乡亲了解。燃料用油便利了行的生活，但汽油中含有对人体危害的物质，因此彰化县环保局推动油气回收警示系统，持续在辖内各加油站推广此系统，避免油气挥发所造成的污染。今天你的油
请记得油枪跳起后不再续加，也能减少油气溢散哦。美丽可以很简单，冻龄从现在开始，全方位成就您的专属美丽。你好，欢迎光临。鸿海制造60寸电视只要38800，现在办凯擘大宽屏或台湾大宽屏，超低月付2999起，马上带回家。快拨0809-009-658或台湾大哥大买凤门市。中华新闻的现场哦，好新闻继续来看这鹿港天桥宫。每年的贺年哦，因为真受到这信徒的欢迎，安怎因哦拢无够发哦，因此今年庙方哦就特别加印10万张，和民众来拜拜的时阵会当来设处。就因为这鹿港天桥宫的贺年哦，设计加真简单，大办个优雅，一挂位带着甲国外来游客哦，一看到拢真介意哦，是马上设处哦，然后向妈祖保感恩过香炉，希望哦早登去厝会当保平安。大红色座底顶冠印有弥鸠马慈悲的形象，下面阁印着鹿港名书法家林俊成的题字。这就是2013年鹿港天桥宫要来送予信众的贺年。周妈祖的宝像，然后再来的话，我们会请我们鹿港的书法家啊，来帮我们题字，让我们所有的信众啊，在新的一年啊，都能沾沾喜气。天桥宫副总干事刘家文提着特制贺年来到妈祖面前拜拜过香炉，希望信众提回去厝内搭电门口的时阵，会当事事平安顺利。比较特别的部分的话，我们有邀请我们鹿港的一个名书法家林俊成老师帮我们写了一个题字哈，百福平真。那是什么意思？所有的信众哈，张贴到这一张的话哈，你可以想象哦，我们所有的福气都会一起到来。所以在明年新的一年哈，张贴上去之后，想象一下我们所有的福气哈一起到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就因为这个妈祖贺年设计加真大班高雅，才拄摆伫咧服务台顶面，就马上服务台入来游客，一看就真喜欢，一人一张，讲要早登去台入报平安。师傅都风调雨顺、平平安安，客人也顺顺利利，团队也健健康康，都蛮挺好的。妈祖不好啊，哎呀，看到伊就足欢喜的。目前除了鹿港复兴地区，一个里长那边登记就会当摕到以外，其他地区的信徒，即会当来庙来索取这张大班优雅的妈祖宝相贺年。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另外来关心这个旧历过年特别到啊，最近大家可能都开始选择这个今年要送什么礼物，业者也闻到这个商机的气味哦，纷纷来推出礼物来抢市。中华区议会就特别来推出这个三款符合年节气氛的礼物，而且今年这个礼物不但无来起价，电脑民众只要在这1月21日进行预订，就会当用无到400元的计数，将这个过年的伴手礼一概买齐，一袋一袋红红的沙巴鱼干，三种口味，有咸的，嘛有原味的。另外一边鲑鱼酥，金黄色水，看起来真好食款。小鱼干酱配饭配糜，拢真下味。鱼会一个鱼产品的组合礼盒啊，咱就是推出到三阳开泰，事事如意，五福临门啊。咱推出的鱼产品就是咱的啊，虱目鱼干。哦，啊，還有咱的鱼酥，还有一些酱类的组合。
民众如果伫咧上脑筋，过年礼盒要送啥物？彰化区鱼会所来推出的小馆，不拉鱼、干贝酱、鱼酥类，甚至是四手啊的牛奶鱼肉干，拢是真好的选择。会有特别优惠啊！这段期间到元月二十号，哦，咱所有的组合礼盒都打八折以上，哦，咱就是真俗。哦，比如讲500块的组合礼盒，咱剩下300多块而已。哦，啊，欢迎刚公司行号呢，会当提早来哦订购。即卖虾米物件拢来去，咱中华区协会就真大心。那推出的三款礼盒商品无来起价，等到民众只要伫咧1月21号头前来订购，全部拍八折。加上中华区协会新产品，一直以来拢有严格把关，品质拢真好。即个即个三羊开泰，事事如意，五福临门的礼盒，包装阁真精美大版。过年的时阵，到亲戚朋友的厝来拜访，上节绝对好看阁实用。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陆港采访报道。继续带大家来关心哦，今日1月13日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这个总交易量是120公吨，总平均的价格是每公斤25块。咱来看这详细交易情形。菜上价28，中价21.5，下价16.5，各类菜上价33.3，中价27，下价20。包心饼啊上价25，中价22，下价18。菜头上价20，中价15，下价7块。蛤蟆刀上价20，中价13.5，下价7块。火龙刀上价101，中价90，下价70。刺瓜上价32，中价27，下价20。葱啊上价30，中价27，下价20。红玲玲上价18，中价14，下价6块。韭菜花上价73.3，中价72，下价70。葱头上价26块，中价23，下价17。扁豆上价75，中价65，下价50。今日咯，因为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地区转为落雨的天气，也阁有一波在大陆冷气团伫咧今日南下，气温又阁会来降低哦。预估北部低温哦会降到12度左右，中南部地区哦嘛只有14度。预估这波冷气团哦将会继续到礼拜六哦，气温才会来稍稍回升哦。说来提供详细，明仔各地详细气温。就是今日1月13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祝大家一切平安顺遂。我是林桂英，咱再会。
欢迎收看《大中华新闻》。